哎，没得养娃问题啊，有个小可爱语气比较冲啊，说到最关键的怎么过冬还没说呢，大暑天让我说过冬是吧？哼，他说这种原生热带雨林植物到了天冷一不小心就死了，哪怕有暖气湿度也不够，能休眠大概率也醒不过来，这个才是最难养的关键，你们好多主播都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了。这些花友，我说夏天的时候养点耐热的花，这种是耐热的，它怕冷肯定怕冷。你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说，你大暑天让我跟你讲冬天怎么养花，我这是搞反季节清仓吗？花友，还有一个，人家那个热带的，你看非洲的兄弟在东北也有吧，只是比较少，我没见去了东北就冻死哪个吧？啊，你要想点办法嘛，你最简单最笨的，最简单最笨的，你模拟个大棚嘛，你买点那个，你买点那种塑料纸，没有塑料纸，超市里边那种大的购物袋，你用几个竹竿一支，给花盆一套，晚上的时候一套。这不就湿度不就解决了吗？你给它戴了帽了不就 OK 了吗？这湿度不就上来了吗？温度不够，温度不够，你也可以模拟的大棚给它冬天的时候晒晒太阳，透过塑料膜的那种，它光照又不是很强，你怎么着了？你冬天的时候你都知道加件衣服，你到这边你说我们回避这个问题，你大夏天的怎么给你讲冬天吗？讲了你也记不住啊，那很简单嘛，这个问题不要埋怨别人，花园这个东西是吧，我也没有埋怨你，你看我视频播放量这么低，我这干好几年了，我也没有火，也没挣到大钱，我也没有埋怨谁，是吧？养花嘛，心态，花友，心态，死了咋的了？就养花呢？但是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个游戏，啊，死了再买。你要连这你都输不起，我估计，哎，会很难受的。嗯，而是说刚到手的叶子，刚到手的杆子耷拉要剪掉吗？长了都耷拉，花友，这个花友应该都知道啊，长了一般都耷拉，相信比较短的花友都不知道啊。嗯，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它的叶子比较大，你看那个杆子呢，如果长得快的时候呢，它上面长得也快，它就会容易支撑不住，头重脚轻。你可以找个杆给它支一下，是吧？最简单的那种竹竿，你在路边上剪一段，哎，拿回家拿刀给它劈开一下，柔韧一点的那种，你给它插到土里面，用个小绳子之类的绑一绑。咱们之前做绣球那种不都这样吗？你可以给它人为的固定一下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剪，它反正也长新叶子，是吧？可以修剪。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光照不够啊，像我们大棚里面光照不太够的时候呢，它就会长得比较凶，而且呢它这个叶子很比较大，就头重脚轻的了，您可以剪也可以人为的矫正，哈哈，自己想个办法，要么你这么耷拉着养，有的话说当个吊篮也挺不错的，看个人了。北京封闭南阳台落地窗适合什么花呀？花友啊，室内养花呢它跟室外养花不一样，室内养花你只需要养一些个四季常绿的多年生的，你像栀子、茉莉、杜鹃、山茶、米兰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绿植能够开花的，又光照能够接触到强日照的这种，它都可以。那有的花友都很纠结，是吧？我在室内为什么养不好？养花说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做了几年就总结一句话，养死的多了就会了，你得尝试。但是呢，封闭的南阳台呢一般会出现几个情况，就是夏天的时候太热，养不了牡丹啊，也养不了君子兰，养不了兰花。你这种呢比较怕热的比较耐阴的，哎，不要养，你就养一些喜阳的啊，多年生的不需要怎么休眠的，像南方的那种四季常开的植物，四季常绿的啊，都可以，好吧，多去摸索啊。没有具体的哪一个你让我给你推荐的话，绣球也可以啊，如果光照好一点的话，铁线莲，月季，哎呀，多了多了多去了，稍微一查你都可以试试啊，打一圈。老师人在广东，老师人在广东已经飘到森林是吧？没事，我帮你联系一下啊。养的茉莉突然土里边开始长青苔了，但还比较少，这种情况怎么处理？严重吗？没啥事是吧？土里边长青苔说明你的这个盆土的光照不够，你只要叶子就这个盆以上啊光照给足了就可以了，问题不大，你只要长势很 OK。长点青苔怎么了？长点青苔怎么了？谁还不长点青春美丽豆了？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由于长时间的一个缺光呢，可能茉莉不爱开花。您看一下您是什么情况吧啊！啊，你们广东养茉莉真好，哎，我也想去广东哈，我也想失联一下子。打扰，虫子尸体可以给茉莉施肥吗？虫子尸体，其实，在大自然界里面，那是可以自然降解啊，可以自然分解。你要在咱们花盆里边，我估计够点呛啊。如果说少量的话你不用担心，如果说多量的话呢我不建议，
你要是真的是新手的话，我就推荐您呢，买个花多多，买个奥绿这种便宜点的肥料，而且在园艺行业里面性价比都是顶尖的 top 级别的，你也省心，别研究那乱七八糟的。要有个花友在我直播间里面说，啊，我能用尿养花吗？我说可以，你尿呗。我说来，咱们家卖花多多10几块钱一瓶，能兑500斤水。我说你尿呗，你看你能啥时候尿够500斤，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，对吧？万一有个尿毒症啥的，把花还给霍霍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眼花问题呢，给大家回答到这儿了。觉得不错，就是点个赞。我是老花一，眼花最在意。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好看。